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翔。近日，陈乔恩和男朋友艾伦现身商场，两人像普通情侣一样牵手逛街，挑选服装，还一同观看电影，全程鲜少交流，但十分甜蜜。此次出行，陈乔恩穿着蓝色的补丁牛仔服配黑色紧身裤，同时还戴着鸭舌帽，整个人都隐藏在了人群中。艾伦身着蓝色卫衣和黑色格子裤，两人的穿着很像情侣装。在商场逛街时，陈乔恩似乎是想购买衣物，在衣架前面流连忘返，时不时拿起一两件服装仔细比对，再做出决定将要去试穿哪一件。和陈乔恩相比，艾伦的重点明显不在挑选服装上，他好奇地研究起了放在一旁桌子上的各色运动水杯。想必他在平时生活中很热爱健身，运动水壶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东西。艾伦再看了一会后，似乎是发现了运动水杯上一些有趣的细节，连连对陈乔恩摆手，示意他过来看，然而对方却兴趣缺缺，显得并不在意。在买到了心仪的服装后，陈乔恩拎着装衣服的袋子和艾伦继续逛街。他们走到位于商场七层的电影院，取了电影票，在椅子上相对而坐，等待电影开场。在坐下后，陈乔恩和艾伦各自拿出了手机做自己的事情，俨然两个低头族。不少网友看到相关爆料后，都感叹这两人像是结婚多年的夫妻。在2020年9月时，陈乔恩就宣布自己开始休假，和小九岁的男朋友回到台湾甜蜜同居。在两人最近晒出的自拍中，陈乔恩的脸庞明显圆了不少，应该是待在家里吃得比较好，运动也不多。见此情形，陈乔恩的很多粉丝评论问他什么时候进组，督促他赶紧工作。不得不说，他有很多事业粉。在陈乔恩和艾伦官宣在一起后，就有很多网友表达了不看好的观点，年龄差距不是重点，关键的是艾伦在某社交网站上非常放飞自我，并非像他在镜头前表现的那样老实可靠。有知情网友爆料，艾伦在社交账号上经常和晒性感自拍的女生互相点赞动态，在他本身发布的动态中也多有网红的照片。在引发争议后，艾伦发布了一篇长动态，称所谓的网红其实是自己的朋友，对方也是有正当职业的。同时他还晒出了聊天记录，有一位所谓的网红私聊艾伦，称他在和女明星谈恋爱后把自己也拖下水了。他的举动被很多网友关注和谴责，对其生活都产生了影响。陈乔恩也转发声援男友，表示相信对方为人，称艾伦现在知名度提高了，是非也更多了，同时他对男朋友的好友受到困扰而感到抱歉。然而陈乔恩此次声援男友并未得到许多粉丝的理解，不少热评都是称自己受不了了要脱粉，祝陈乔恩之后能幸福。虽然这段经历看起来有些尴尬，但是陈乔恩还是坚持自己和艾伦继续在一起，希望女神能收获幸福，不后悔现在做出的决定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